脸上肌肤终究敌不过地心引力，开始下垂、变松弛，还有水肿问题。长期的角质堆积加上出油的问题让我很困扰，肌肤很容易粗糙，导致保养品的吸收率很差，感觉在百货公司买一堆的保养品都白白浪费掉了。我总是跟客人说，抗老是女人一辈子的功课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新陈代谢越来越差，肌肤就开始松弛、下垂，没有光泽，还出现不少皱纹。还好有其他医师太太推荐我使用飞利浦新出的焕肤仪，据说它是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美容仪器。它的真空吸弹系统可以垂直对肌肤进行微拉提按摩，使用过后效果真的很好，肌肤变得光泽有弹性，保养品轻轻擦就能吸收了。它消除了我脸上多余的水分跟毒素，变得更精致，也变 V 了呢。觉得不输专业大型 SPA 仪器，我超爱这台焕肤仪，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使用。创新为你，飞利浦。